Yukino 看起来 so hot。可是我印象中我是没有敌人的。他可能多手跑到你那边去了。他们现在才传递下去，我们才是传。没中，啊你娘，我这里就只有我一个人了，还故意来找我，完蛋了你。陆力啊！他直接换骨架，换骨架本身。我操！你要确定的？你要确定？防守一点。不确定。没问题，他没问题。没有，他没问题，有问题的是你们。对。我们两个开始的时候，然后结果你也可以说这句话。哦，这个问题啊，我觉得可以啊。不是啊。1239C， 那不就上分了？其实上大分，真的。而且有 F 快像4000哎。没事，稳的稳的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开始飞了。人好多。稳的稳的。我操，那边全部都是防空。12:00，上大分，我懂了，大分，上分，小心空中敌机，他们就是得分法，得分法有点高，快乐了。你 F4S 怎么飞那么快？没啊，我，你带，一嘞，为什么点501发都没扫到？你带两管飞弹而已啊、哦，没有啊，我带火箭弹、飞弹还有机炮。你火箭弹没有带满啊，都带了一组。哎，一组就投掉一个。带够带够就好了，就是不用带带够就好了。上午在光田 ，T72，2:00。那毕竟这台飞机可以自己配啊，自己配配。Market destroyed。没那么。哎，他们高分好像没有雷达弹吗？啊，没有。有啊，为什么没有？怎么会没有呢？你怎么会觉得没有？没有高分，我看 Offlix question。我看高分不算是九分，17000。对，那个是在中高，就是因为高分大家都会躲雷达弹，所以雷达弹比较没有那么，可是还是有雷达弹。没事。是啊。好。高分姐，大家都要不要飞太高？所以大家都用雷达弹。可是他们还通常还是会带着雷达弹，因为不然遇到北极还是会还是的 big case。还是要看对，还是要看对方的高度，还是稍微看一下你自己的情况之后再决定你要打什么飞弹。
啊，反正飞弹没多重，多挂点的。好的。你的不同情况。那人家 S 不是我要投点的，切。顺手舔个小甜椒吧。人家想要稳定拿分呢。Anti air, 12 o'clock, range 1700。啊！哇！还要投两个。Target destroyed。接下来就小心敌人，我们两两掩护啊，可以啊，我找人这边一下天神，这不就打到三个人啊，是啊，嗯，你带四颗啊，没有天神，这都是人过两个，前面有前面有歼十一哦，歼十一很强吗，很强，哎呦我去，没找到，哇操，他自己自杀，敌方部队夺取了一个战区，哎，后面被他，嗯，这边躲不掉的，这东西有点难躲，没打到那个，他妈我快切到那个。我选择武器有收到选，飞弹没有选好。他不能指定选哪个武器哦。可以啊，可以，你要设定按键，然后设定按键，设定飞弹啊。有啊，设定按键。武器选，武器选择系统打开。武器选择那个。那武器选择。只能一个一个切啊！对啊，他就只能一个一个切啊！我可说可以直接切到我要的武器。Target destroyed！ 坚持下去，胜利就是我们的。我的 health set 应该有这个按键，可以用，因为你可以用你的脑波玩游戏。四个人工 AI， 那你就跟那个外挂一样，把手抄弹抄成。直接起飞啊！造成对空、对地、对人都行。这里有600。Over G。Oh.